欢迎电视机前的所有的观众继续锁定我们的广东卫视，你们现在正在收看的是我们的广东卫视在长隆为您现场直播的2011年跨年演唱会。欢迎大家继续收看。哎，说到虎啊，今天呢在这方舞台上有一个很给力的虎。对，你刚刚说我对不对？对、哎，又是属老虎，今天又是虎年，今天来在看大白虎。嗯，岂不知呢，今天我们现场来了一个非常重量级的老虎。大家喊出他的名字好不好？他的名字是苏有朋。欢迎有朋。有朋今天也是抱着一只虎，哇，好帅啊！欢迎有朋，哇、哦，好可爱！我带了我的小兄弟过来。对，大家新年好！哎，他真的很喜欢你。哇，我昨天有抱过他，他不让别人抱。对他只认你。对，他真的是肯定很亲人。哎，有朋，你知道吗？他的小名就叫乖乖虎，跟你一样，你是大乖乖虎。对，小虎队今天来了两个。对，好可爱。第一次跟老虎接触吗？对。哎，真的是第一次抱老虎。哎，我帮你，帮你，我帮你，我帮你。哎，小心。哎呦。他还对你恋恋不舍嘞。对，哎、你要当要撑住他的脚。哎，有朋友第一次抱老虎的感觉怎么样？很开心，很开心是吧？看到好朋友。是吧？看你的好朋友。哎，今天来到长隆。苏鹏，他也蛮期待你的哎。对他没有奶给你吃来打招呼。跟大家打招呼。哎，他们是他需要掌声才可以跟你们打招呼的哦。好帅。长隆的老虎呢，给大家带来吉祥如意。谢谢谢谢。对，这个有朋应该不是第一次来广州，对不对？对，在长隆呢，第一次，第一次来，第一次。大家可不给这个给苏有朋一点这个热情的鼓励，让大家感受到长隆观众的热情，好不好？谢谢谢谢谢谢。对，好哇，你的粉丝真的好多、哦，热情已经够了。好，热情已经够了。谢谢谢谢。我想问一下有朋友，马上就要到了2011年了，有没有什么样的新年愿望来带给大家？对，有没有什么新年的祝福要送给我们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？其实过去的这个2010年是虎年嘛，对，那在虎年开始的时候，我们小虎队上了春晚，祝大家虎虎生威，对吧？那接下来是即将来临是兔年，希望大家在兔年都能够宏图大展。谢谢有朋的祝福。谢谢。哎，我要告诉大家，有朋今天的专门为我们的今天的狂欢演唱会啊，他有一首歌叫等到那一天进行了编曲。那么今天我们大家就可以欣赏到的是。你有发现有点不太一样吗？你有发现我有烟熏吗？对。像我们俩，我今天是 rocker 的感觉。我今天是摇滚客。好，所以呢，就听一个不一样的有朋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等到那一天，掌声鼓励，等到那一天，掌声欢迎有朋。就像回到了从前，如果失去
会等到那一天，就想回到了从前。如果失去还能再拥有，不管期待多少年。如果失去还能再拥有，不管期待多少年。一首不够，对不对？再来一首，真心，谢谢。谢谢，新年快乐！